是在剧组吗？在北京啊，在我们的首都。我爱北京。你要轻念吗？你发出来吧，发出来我可能会念。Maybe。现在也可以翻你。没有看过《升国旗》，我会替你看的。现在是素颜吗？不是，当然，当然不是。也不是没有看过吧，国旗也看过，因为爸爸之前就是军人，他好像一直有这个情节在，有情怀在。小时候他也带我看过，也来过这里。别不信啊！我们剧组都有可能啊！谢谢你的成双成对啊，感觉这个特效蛮顶的，牛。就是你别不信我这起不来，我们剧组可能3、4点出工，我也能起得来，更别说国旗了。好严肃的话题呀、啊！我今天应该9点钟就起床了吧，然后把该办的事儿都办了。最近追剧，我有看一个台湾演员的一个戏，他演的特别好。我给你们搜一下，安利给你们。哦，就是我有看吴康仁他演的一些戏，可以推荐一下你们这位就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家，我觉得他演的真的非常好，值得学习。好像在看你一样，就是在打电话，只不过这个电话群聊里面人比较多，不是一个两个。看到了，就视频应该都能看到吧？我刷一刷就都能刷到。我的网是 5G 网。多喝水，涂个润唇吧。嗨嗨，浴袍直播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我去换个衣服。其实只不过是穿浴袍比较放松。卡吗？
我卡吧。直播聊聊天，我等等就要出去喽。我用的是流量啊。剪头发了吗？剪了呀。那可能是已经送到会打电话的。咱发不了自己抖音，你们剪吧，可以吗？今天记得发微博，为什么？我哦哦哦！我哦哦哦！哎，想到一个很土的话，不想说了。对，这个像一个新的另一半啊，好土。油油的。哦。今天怎么高兴？是因为可以跟你们聊天，会很开心。救命啊！你的秘密是拉姆秘密，救命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是要干嘛？一起吐。你们不是要发那个超我去去哪里？你的外卖。咱今天是要严防了吗？啊。一会儿过来帮你。啊，这可以。你关门按钮，也是我见过喜欢的女明星，喜欢的演员吧，喜欢赵丽颖姐姐。赵丽颖姐姐，歌手的话，我现在正在放她的歌。能听出来吗？哇哦哦哦！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首歌。哇哦！